每次洗完澡，发财就不干好事。妈，你看他每次洗完澡都这样，好讨厌啊！别小气，咱们是好基友。买了一个凉凉垫给六甲，因为他总是喜欢趴在地板上睡觉。我觉得挺凉快，给我也整一个。哎呀，你就看这款的卖点是咬不烂、撕不破，两面都可以使用，材质摸上去。刚才你讨厌，妈妈看看这个垫子，你让小六甲睡睡看呀。你睡床上的要什么垫子啦？这小六甲要的，小甲甲来你这里睡睡看。哟，你这个狗怎么这么讨厌的啦？妈妈买给小六甲的呀，你霸占着不给小六甲用。你睡床的要怎么冰垫啦？甲甲，你睡睡看，甲甲舒不舒服啊？哎呀，讨厌死了！你们看才哥，好东西他是知道的，抢着用。哎呀，太热了，趴着凉快凉快。空调24小时开着，六甲还是那么的喘。这个垫子一点都不好，我不喜欢。六甲是喜欢把垫子扒得拱起来，这款是纹丝不动的躺着，果然和宣传卖点是一样的。气死我了，垫子扒不动我就生气，一生气我就要咬老头。你们看看六甲这傻样，再配上六间福，发财早就睡着了，而六甲呢，还是不死心。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玩具。哎，还没唱歌嘞。小姐姐，她很霸道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姐姐她有毛病的。谁都不玩了，你看看被你们咬的，哎呀，谁都不玩了，好吧，吵死了。你也是，不能有音乐的，没有音乐细胞的家伙。